好啊。随便睡，随便哪里都瘫着，大王。大王真的是，这猫真的是。他怎么可以躺得这么随便呢？在哪都可以躺一下的。有，哇，像个弹簧一样。伸个懒腰，继续躺着。外面有人，外面有人的声音，邻居回来了，邻居的声音，就甩锅。妹妹，过来，妈。哦，有声音哦，妹，大王，你这是换了多少个姿势，好吗？我放的不行。睡吧，不打扰你了。